咱知道。咱不是，咱家己凭空生出来的料。嗯你刚刚这个再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哦、这个是刮痧按摩的。你过来一点，不然的话人家哎，好好。现场录影吗？对对对。那是刮痧按摩的滑骨缝，像这样子刮头啊。阿姨，你要不要让我试试？像这样子刮头，然后也可以刮脸，那这样子刮，好舒服的。但是啊，建议就是要上一些乳液，它这样子刮起来才会舒服。对。还会有一个戒指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也可以刮这里。你说刮那个要上一点乳液再刮是吗？刮脸的部分要上一点乳液，像我们的精明攒足的地方，这样子去定点试着去刮它，超舒服的。尤其是有戴眼镜的人，然后女生呢、啊，就是脸容易下垂，我们脸容易下垂、这个地方就可以往上刮，但是要上乳液。你跟他弄一下乳液好不好？哎，我按那个看笑脸。对了对了，好，来。像上乳液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乳液怎么弄啊？上去，弄在脸上啊，然后把它拨上去，哎，然后这样子往上刮，超舒服的。嗯，怎么样，舒不舒服？哎，有没有舒服？嘿，下巴的时候不能刮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刮。哦，没有人说饭前饭后。没有啦，这是。这是刮靠了，又不是我们，又不是做深入性。你看，弄都像这个小。我又买这样子刮，好舒服、很舒服，对，超舒服。我又买这两种。然后这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这个是耳下啊，耳下，对，有一个水穴，对，它有它的穴道，对，是往下刮。上刮这样子超舒服，哦，这样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对，这地方。其实我们的脸上有太多的穴道，任意一个穴道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。哦，对，像下巴的部分，像它这个下巴是我们的女生的子宫卵巢，男生也是，男生是就是我们的下腹部的部分。然后如果容易长痘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表示你这边出状况了。肚子的地方出状况了，对，荷尔蒙的关系，那这样往上刮，建议要一定要擦乳液，这样子刮不好。哎，你帮他，你帮他擦一下这边，哎，你是说这个地方，嘿，让均衡一点，好，对对对，你是说这里吗？哈，对，不是，然后脸。然后嘴巴的部分就是弄一下嘴巴的部分就是对这样子，不要不会那么这样色啦，然后比较好，这样子往上刮，然后这边就是这样子往上刮，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刮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子刮，对，很棒的东西，这样子刮，它很棒的东西，对。好，那你刚刚说这个两个有什么能量？你刚刚说这两个、哦，对对对，你刚刚说就是你要自己试试看呐、啊。哦，它是一种相似的能量，可以试试看。那这个能量有什么？这是自然的东西，这是天然的东西才有这种能量。哦，对，像这样子。哦，这样，对呀、啊、，OK， 对，没啥啦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刚刚他讲压剑藤啊，它是藤蔓的树脂刮痧按摩的。哦，好。藤蔓的树脂，在山里面拿回来的哦，是天然的东西。对，天然的东西，它是在深山里面才有的。然后就是中南部比较会有，哦，那北部好像比较少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东西你拿回来以后，把那个壳剥开了以后，就这个样子吗？嗯，没有，这个还要，因为它有一个薄膜，是，它有一个薄膜，它我们要经过一些处理，它才会这么漂亮。哦、然后这么漂亮的树脂，它硬度非常的够，哦，它永远不会坏掉，哦、除非说你用其他的力量去把它破坏。那你这个处理的时候有用化学的东西处理吗？这个部分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跟琴琴做的。抛光哦，那边小姐说是把它抛光啊。对，你妈有没抛过？哎，抛光哦，它会亮亮的。哦，用化学药剂什么处理的？哦，没有用，天然的，它是天然的。哦，这样，好，知道。姐姐，按你乳液的部分要不要带？我要带那个。你要带压垫？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嗯，两个好了。两个，好，我帮你漂亮一点，看比较类似的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